你们同学如果有疑问，可以提出来。最好呢是写在纸头上，放在我这个地方，我给你解答。平时问的这个读《地藏经》的问题，我想这是很多人的疑惑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常常读诵《地藏经》，可以得到地藏菩萨以及这许许多多的鬼王，这些鬼王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，得到他们的保佑拥护。这一桩事情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也讲得很多。那么诸位想想，可不可能？你念了地藏经就得地藏菩萨保佑，就得鬼神拥护。不过读总比不读好了，这是事实。要怎样读才真正能得佛菩萨保佑？这个道理大家应当明了。你们听经听了这么多年了，如果连这桩事情都还不懂，那这么多年的经呢，你就白听了。古德教人呢，读经、听经都要随文入观，才能够得力。随文入观，各位要晓得，不是研究。不是求解，我们要求了解这个经义，去研究研究它，那是错了。随文入观呢，就是宗门里面讲的参。参跟研究在形式上很相似，实际上它不相同。研究是用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分别，第七是执着，它落在意识里头，这个意识就是第六识跟第七识，而参就呢，不落在意识里头，那就是参。所以佛法这个术语里面常讲参学，而不是讲的一般人讲的学习。是学习，为什么要换个名字叫参学？道理就在此地。所以总要记住，用心一时是学习，是研究，立心一时才叫参学。教下里面所讲的随文入观参学，你看观照啊。那么什么叫观照？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听讲的时候，那个境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这是观。只用这一个字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就这一个字就代表。眼见叫观，耳闻也叫观，舌尝味也叫观，不用心意识都叫观，乃至于意语言法，六根呢，语言外面六种境界，立心意识通通浇灌。这个第一步的功夫啊，就是观照啊。而我们一般凡夫习惯了用心意识，因此观照的功夫提不起来。这个当然也难怪，无量劫养成的习惯，这一生当中从小到现在也养成了习惯，要把这个习惯改掉当然不是一桩容易事情，可是学佛是非改不行，尤其是大乘佛法，那么这桩事情我们要搞得很清楚，绝不能含糊。如何才是随文入观？这桩事情也很难讲得清楚啊。我们从心意识的作用上来讲，比较容易体会。前五识没有问题，前五识是接触外面境界，它不是分别，它是了别，它没有分别。眼像照相机一样，它没有分别，通通给你照得清清楚楚就行。谁分别呢？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分别。第七识执着。第八识含藏种子。种子现行，现行落种子都是属于阿赖耶识。我们明白它们的作用，下手就比较容易了。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的时候，不分别，就是不用第六识，不执着，就是不用第七识。法相里面讲得很明白，六七是因上转的，五八是果上转，那五八就不必去理会它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参观照最重要的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用分别心，不用执着心，离开分别执着就是观照。那有人要问，离开分别执着那还能清楚吗？比用分别执着还要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分别执着妄心啊，不分别不执着，你用的是真心的，真心比妄心的作用
书生太多了，不能比啊。那真是一般人所讲天壤之别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真正修行人呢，有智慧。他智慧从哪呢？他有真心。所有一切境界里面没有分别心，没有执着心。他就用真心。一落在分别执着呢，那就是凡夫妄心。我们功夫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境界里面去锻炼了，去学习。这是讲你用心。用心这是修因，还要有缘。缘要清楚。缘是什么呢？佛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很好的缘呐。你要知道一切法是幻化的，不是真的，你分别干什么？你执着干什么吧？你那个妄想分别执着自然就淡了。世间人难难在哪里？把这些虚幻的东西当作实在。所以外面执着境界是实在的，里面这个分别执着怎么能放得下呢？所以虽然读经不入境界，读的释迦牟尼佛讲的经，那有什么用处？跟释迦牟尼佛结个善缘而已。你念地藏经跟地藏菩萨结个善缘而已，你入不了地藏菩萨的境界。如果你真正懂得力行一事，去读经不一样。就像昨天晚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你能将诸佛菩萨智慧德能变成自己的，你有能力摄入啊！为什么说把诸佛菩萨智慧功德变成自己的？那本来就是自己的嘛。一切诸佛如来从哪里来的？自信诸佛。那阿弥陀佛，你们大家想的，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啊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哪一尊诸佛不是自信诸佛？离开自信，什么现象都没有啊。经上讲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十方诸佛如来也是我们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那怎么不是自己的？自己心性确实具足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啊。佛佛道同，佛佛平等，这真平等，不是假平等，一体，一个人呐。所以你成佛了，十方诸佛是自己的化身，
啊，一切菩萨也是自己的化身。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是这么个道理。那我们初学入不了这么深的境界，读经什么？读了要照做。你读地藏经最要紧的是发地藏菩萨的愿，把地藏菩萨的本愿变成我自己的本愿。你读地藏经，自己就是地藏菩萨。这才能入境界，跟地藏菩萨打成一片了。地藏菩萨无量劫所修学的功德，当然就变成自己的功德了吧。地藏菩萨所教化的这些鬼王，当然拥护你们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个样子读经啊，才有理。这样读经呢，才能真正会读啊。你会了，啊，如果说是没有相当程度不能读地藏经，这是妄语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地藏经上并没有说你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念，没有到什么程度不可以念。哎，如果有人说一定要到什么程度才能念地藏经，这个话谁说的？出在哪一部经上？佛教给我们一法不一人，你说的不算数啊，要佛经上有的才行啊。像念珠有很多人问居士可不可以把念珠挂在这里，不行不行，哪个经上说的不行，找来我看看。那是你说不行啊，佛法是平等法了，法师可以挂，居士不能挂，不平等啊。念珠是代表什么呢？提醒自己念佛啊，是这么个作用啊。一个作用是计数，念佛计数，一个作用是提醒你。那怪事很多，佛没有这个说法，我们自己一定要懂得。所以读地藏经要发地藏菩萨的心啊，发地藏菩萨的愿，要修地藏行啊。地藏行是慈悲到了基础啊，越是苦难的众生，慈悲心越重啊。经文里面因果说的很多，说的详细啊，什么样的因行得什么样的果报啊？果报是自这个性识变现出来的，不是哪一个造的那个境界叫你去受的，没有这回事情啊。地狱从哪呢？自心变现，就跟做梦一样啊。那梦是你自己变现出来的，不是别人变现出来给你受的，不是啊。你由此可知，我们现前这个境界从哪呢？也是自己变现的。没有人造啊。
世人所谓的自作自受，一点都不错。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无不是自作自受。这个是迷人的。觉悟的人呢，觉悟到什么程度呢？明心见性。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也断了，无明至少也破一瓶了。这个不迷了。正等正觉。他不需要受了。那么到这个境界，他的生活状况怎样？随类化身，感应道交。这是菩萨，这是佛，分证为佛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分证即佛。那他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既然是真佛，没有身了，没有身相，没有身相，他能够随众生的之感现象，现象是应的，随现象，他没有受，苦乐忧喜舍都没有，这是初住以上的菩萨就没有了，没有苦乐忧喜舍。但是教化众生呢，视线有苦乐忧喜舍，那是视线。我们现在讲它是舞台表演的，表演的有苦乐忧喜舍，实际上没有。那是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。巧是什么呢？表演的很像，有苦乐忧喜舍。善是什么呢？真没有，里面真没有，这叫善呐、外表上装的有啊，装的很像啊，里头没有啊，不像我们凡夫啊，我们凡夫苦，外面苦，里头也苦啊。读地藏经是这个读法，读一切经都是这个读法。你才能得受用。那么另外一个同学问的，什么叫生相无明？你想到生相两个字吗？生是生息，相是现象。宇宙的现象。十法界的现象，总而言之，尽虚空变法界这些法相，这些一些现象怎么来的？都是这个无明变现出来的。这个无明叫做生相无明。如果这个无明断掉了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没有了。你要不懂这个道理，我们用做梦来比喻，你做梦的时候，梦中有现象吗？那个现象怎么来的？也是由无明来的呀。如果你没有无明，你的定功很深，就不会做梦了。梦是舍无明。到你就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，梦中境界通通没有了。所以永嘉大师讲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生相无明破了，所有一切相都没有了。没有之后是什么一个境界？大光明藏，一片光明。
这个里头没有现象啊。可是诸位要记住，一切诸佛如来到达这个境界，他那一品生相无明决定不破，他有能力破，他不破。所以我们称佛叫大慈大悲呀，因为他那一份生相无明破了，我们这些众生就没人度了。这个好比念书，念到最高的学位，博士学位拿到了，达到这个程度了，但是他故意的不及格，不毕业。为什么不毕业呢？帮助这些底下这些小同学们，这是慈悲啊。我们现在讲留级，他愿意留级啊。所以诸佛如来都住等觉位啊，他确实有能力证究竟位，能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但是都不破。实在讲，他那个破不破是无所谓的嘛。这个所谓是道家慈航。如果破了这份生相无明了，那就没有道家慈航。那就真的叫不度众生。自己确确实实入大涅槃，不度众生。这个是诸佛如来不会这样做的，慈悲心重，因地里面曾经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这个誓愿，不能说到那个位置说否定自己的誓愿。没有一尊佛干这个事情。所以现在许多科学家在那里研究探索生命的起源，宇宙的起源，生命宇宙就是相嘛。他怎么会探索得到呢？这个相怎么来的？无明变现出来的，就是那一瓶生相无明变现出来的。这种境界谁知道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八地以上不是科学家科学仪器能够探索到的，八地以上的境界。才发现呢，有这么一段事情。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这还三个位次破这个无明啊，要破根本无明。根本无明里面最后的，就是生相无明。所以一般说呢，法云地的菩萨，根本无明呢，就算是破戒了。生相无明保留不破，住等觉位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